路过的叔叔阿姨。进来的朋友们，来都来了，不讨厌我的话，把上方红心交。吃饭，先吃个猪蹄。豆腐，这个是小南瓜，炒了个猪肝。猪蹄，烧了个鱼，拜拜。捆肠。路过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们，你们好，刷到就是缘分，我是来自福建的小鸭，如果不讨厌吃播的话，辛苦大家把屏幕点两下再走，喜欢就加加关注，小鸭在这里感谢大家啦，谢谢各位叔叔阿姨和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们，感谢。
质量不菲。上头神器，新来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们，你们好，刷到就是缘分。我是来自福建的小鸭，如果不讨厌吃播的话，辛苦大家把上方红心加号点一点再走。小鸭在这里感谢大家了，谢谢你们辛苦了。吃个茄子烫饭，红烧肉，这个米饭酱酱的，好好吃。有点辣。这下面的好烫，拜拜，下个视频见。我这个吹凉一点，等一下再吃，拜拜。今天是个烤的牛骨髓，在烤箱里面烤了20分钟。进来的朋友们来都来了，不讨厌我的话，把上方红心加号点一点再走。丫丫在这里谢谢大家了，感谢你们。好烫啊，平时吃的我都是在锅里面炖的，今天试一下烤的。刚出锅的，有点烫，上面撒的是辣椒面。满满都是油。
个是牛骨髓的油，我把它喝掉。拜拜，下个视频见哦。